不会是你用来防我的吧？对呀。病人马上要手术了，这边有一些术前注意事项，哪位家属过来沟通一下？哎，麦麦啊，我想和玉儿单独聊聊。去吧。好的，爷爷。怎么了，爷爷？你是不是要去小林湾？对，在你手术之后，我打算去一趟。我问你，顾曼曼之前拿的是我们麦克斯关于小林湾的设计图，对吧？是的。我托人查了查，顾天林觊觎小林湾那块宝地很久了，他消失那天正好是他拿走小林湾设计图给他父亲的那天。那爷爷您的意思是？我判断他的父亲在小林湾。玉儿，你千万别去，会有危险。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，你会来找我吗？现在看来，只要我去小林湾，一切就能水落石出了。怎么啦？啊，没事。哦，对了，过段时间我打算去小林湾一趟，考察一下旅游项目。那你打算开发那个项目了？毕竟不能因为我就让村民对我们失望吧。真怪。那你打算带我去吗？会有危险。不行。不行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小秘密了？嗯，那你打算带谁去？我带罗达去。罗达呀，罗达。那罗达，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啊？真奇怪。要记得想我。就这几天吃不到你做的泡面了。你傻呀，泡面有什么好吃的？拿了几样东西，这个呢是防蚊虫叮咬的，这个是防晕车的，这个是防御跌打损伤的，还有这个。这个又是什么？这是防狼喷雾呀。不会是你用来防我的吧？对呀。这都是哪儿学的？